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赛事直播，我是陈一鸣。今天很高兴还请到了世界冠军唐伟勋九段，跟我们一起欣赏的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然后今天是第九局，是申敏君对景山裕泰。你好，申敏你好。嗯，今天是日本对韩国，然后景山裕泰已经是获得了三连胜。嗯，确实之前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啊，景山裕泰的状态这么好。对，好像是第一盘赢的范廷钰。范廷钰那盘棋好像很可惜。对，范廷钰今天我还见了他、然后有人问范廷钰是不是就是点错鼠标了、范廷钰说他也没点错鼠标，当时他就是脑子有点晕，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下到那儿了、对，就是本来好像胜率还挺好的、对，而且就一直都很顺。是的，范廷钰当时觉得他要好一些。这是现场比赛的画面，这是景山裕泰、他是不是新换了个发型，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有点和以前不一样。就是申敏君好像很专注。我感觉他这样子好像有点紧张。申敏君是不是最近成绩还可以？申敏君的话怎么说呢，他不是去年拿了那个世界冠军嘛，大家当时都没想到，但是他拿了之后后面的成绩实际上相对而言也是比较一般吧。其实申敏君主要前段时间的世界比赛他有一个就是比较人家说的比较明显的特点，就开局下都挺不错，但是后面特别容易莫名其妙的就崩盘了。那景山裕泰应该是日本现在是一号选手了吧。对，你觉得他的棋有什么就是风格上特点？景山他这些年来其实一直都是那个日本的第一啊，以前还是有统治力的，现在稍微统治力差一点，但仍然是第一。我跟他在国际比赛上面好像是下过三盘吧，然后我都赢了。但是觉得他的棋就和日本的传统的棋看起来有点不一样，景山的棋其实下的就撑得特别满，特别、就是、特别积极，力量型的。对，他的棋是一种特别充满了那种积极性的，然后充满了力量型的，然后就是感觉上哈、就不像是日本的那个传统风格，跟他下的话总体而言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只不过呢相对来讲我觉得他的那个战斗力其实就并不是那么的完美吧，所以说我跟他下的那三盘棋我当然都赢了在国际上、他现在是三连胜，是风头正旺，看今天韩国棋手能不能阻击他。好，我们现在看看这盘棋吧。这盘棋是景山裕泰执黑，申敏君执白。下了一个对角，好像不是很常见。我感觉景山好像比较喜欢下对角一点的布局。是吗？这龙心杯的就是用时就比较短嘛，是不是他们肯定就是要布局龙心杯，对，要多摆一摆。他们是一个小时，然后一分钟一次的，就争取布局不要花太多时间，这样后面就比较紧张。对，这种用时的话不算是肯定不算长，但是短也不是特别短，就是属于我们训练棋的时候大概会采用这个训练的用时，和那种传统的慢棋比赛比还是稍微快一点。这个打入是有什么研究吗？这个打入再打入的话怎么说呢，它应该是采取一种我觉得哈，它应该是其实这个打入其实就是为了呼应这边的，它的目的是打入之后你如果镇住它再打入这边、就是一个连贯的，主要是想走这边是这边算是黑棋的，这边是黑棋的右上还是左下来着，右上、对，黑棋的右上。算是黑棋的，它要走它的右上角。
哦，这个我们看的是当时就是实时的画面。哦，哦不是现代的画面应该是。嗯。然后白棋就拆回来了，一边不走了。他只有我觉得这个变化走到现在为止的话，可能双方不会在这个地方有太多的那个研究了，因为这个变化确实。我觉得不会研究到这里的，这个变化基本上是见不了的、哦、因为本身下对角就很少，感觉对下对角的变化就比较少，然后像这个样子就是完全没有、嗯、任何必然性。然后现在黑棋走这个，走这个也是处于这地方觉得白棋稍微有点毛病，就在这里掉一个，这样白棋能不能反击呢出来？白棋如果要反击的话，可能我觉得不会太好，我觉得啊，因为如果反击，比如说黑棋就走到这儿，啊，就是把白棋两块分开来。对，一旦分开来，你白棋又封不住黑棋，那么这个白棋就这两块就被分断了。这分断之后，这白棋其实还是很薄的。嗯，所以说如果走到这儿的话，你这边而且木也全没了。对，这边如果连不上的话。嗯，那么就是大概会采取他实战的这个，大概就是正常的一个分寸，就这个地方两个走不能都让黑的走到，要不然白棋形状很差，得把这个连起来差不多。嗯，黑棋的这步连的话，感觉选点的话是怎么说呢，可能比较有自己的构思吧，一般来讲可能不太想去继续走的，也许黑的有可能会想走别的大场。嗯，对，也许会想去走别的大场。走这个的话，那个想法也很简单嘛，就像刚才说的，你说的他白的不是有这么靠出来吗？他走到这儿，那肯定就是把你这个靠出给防住了，然后他这边也能围到一点外势，然后下一步的话，这边再有可能定点什么尖回这种下法，他应该是这么一个目的。白棋下一步也很猛，就马上就断。他这步棋，我第一感看见的时候，我觉得看起来黑棋不怕，不像是什么好棋。我感觉这个地方黑的应该不怕，我感觉白的是不是脱先得了？我当时觉得，当时这个棋，我是觉得再走是不是有一种慢人一拍的感觉？对，一个是慢人一拍，一个是如果你不脱先的话，你要走，我感觉是走到这儿，这个形状。可以看到，但是现在黑棋就是那个子，反正也可以不要。对，你如果走这个，这个棋白棋的战斗、看起来局部战斗还行。嗯，你走这儿，感觉就被别人一搬过来，这个棋我就不知道白棋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想走成什么样子、哦。这个感觉不是什么好棋。我觉得这个时候黑棋就是尝一个，我觉得白棋这个方向就，这个也不知道他的那个预想图是什么。对，我也不知道他是想做什么，他这边拱出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我们看一下实战吧。实战打了粘。啊，景山玉太这个地方选择比较，那这样是不是白棋反而会下了可能？这样下的话。那下的话白棋可能会下，但是这个地方其实现在的话也谈不上什么谁会下吧，我觉得要说形势谁好还是有点早。你觉得这个战斗你觉得就谁更有利呢？我觉得白棋这个战斗有点没必要，就现在就是方式也稍微，黑棋这样打了战斗也是觉得黑棋，我觉得黑棋还行，我觉得、我觉得白棋看起来这个地方的战斗有点不太好。白棋搬，黑棋就断，这地方的乱战，我觉得可能景山实在不行，这三个子是不是也可以？对，我觉得景山这种地方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局面，相对于申敏俊来讲的话，他可能对这种局面更加的那个喜欢一点，擅长，因为这边黑棋这个地方啊，看起来就要围出一块空来了。黑棋如果能把这块空怎么划手棋围住，好像也很大。确实，这地方黑棋如果围住的话，我感觉就像这样拐一个。
就如果简单的下拐虎吗？白棋这个地方还有点难受，还有点难受。如果就有点有还有一对，如果长的话，这一靠这还是有点味道。长的话，我还可以继续压，对吧？嗯。你如果再长，那虎被打就粘上。那被也挺难受的。对，估计是不是也要粘上？然后这地方如果黑棋，看看怎么下。比如说能走到这儿吗？我感觉也许如果都围上的话，嗯，这串。对，虽然白的吃的也还可以，但是那边好像更大。嗯嗯，哎，但是这个地方黑的还可以先不拐这个局部，这个局部的话，白黑棋还是可以考虑先从这边是不是可以便宜一点，就是因为这地方不是还有靠嘛，你把拐完之后就没有这个靠了。那么趁着这个靠还在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先借用一下这个也是可以。实战就靠。嗯。如果挡的话，是有什么组合？组合的手段吗？挡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会考虑断吧。挡的话，应该是考虑断的。确实，这白墙看起来断的话，他这个地方就是想占点便宜嘛。好像要有点问题。啊，如果你走这个的话，他就这样压过来，然后这边还有一靠。嗯。到时候这边再靠一靠你，到时候这中间感觉是不是有问题了？我感觉问题还是挺大的。对，所以白就虎了一个。那虎就如果就冲呢？我感觉虎一个、啊、冲在顶是吗？虎一个的问题，对，虎一个他白棋黑棋肯定只有走，白棋肯定现在不能走这个，走这个的话就像刚才那样打吃了。对对，就等于打吃了一个。嗯，白棋就顶回去。那么黑棋。就是交换这几个黑棋是有一些便宜的，黑棋这几步棋，但是实战的话，我感觉黑的这地方可能是不是战斗的有点上头，他继续走，他可能是想让白棋再补一个，然后他抢个先手，这边他可能是这么想，如果真这么下的话，那这盘棋挺舒服的呢，这盘棋感觉白棋有点安乐了，因为不走的话就是对。这不这有在，这不底下打就是里面是死的。对，这样打一个的话，确实 okay, 就立一个啊，立一个还立一个也还就走嘛，就打完走。但是这个打了走，其实上面先对这个其实际上好像并不怎么也不一定大，不怎么便宜，就是说这些并不大，而且这边还是还有先手。这边的话，白棋以后这个脚上还可以、啊、所以说这个白棋肯定是会脱先的。对，自己走了没法走了。白棋局部感觉没法走了，再走的话就实在是太那什么。而且，但是实战白棋这个棋下得，我觉得他走这个啊，走这个棋。但是就迫切的想破黑的空嘛。但是这步棋。我不知道是不是摄影正的风格啊，这种棋给我的第一感觉，这种棋应该是要打进来的。哦，就干脆就是到最深处。嗯、因为之前不是说过吗？这棋黑棋可能拐了之后去，走个这种啊，就之前说的黑的大概走到这个地方可以考虑围、嗯。那么你走到这儿，那假如说黑的还是去拐，然后你这边还走，那么黑的再围到这儿是不是也可以呢？对吧？就是说再继续钻、嗯、那如果你继续钻，那黑的就算是这样飞一飞，这黑的基本控还是、嗯、还是在的。那么这个地方黑棋已经这步棋虽然说 是我感觉有点缓，但是这步棋确实是很大的、嗯、感觉是白的不破基本控，这好像这地方被便宜了就不划算、啊、我感觉如果直接敲进来的话，其实我的感觉这棋黑的是吃不掉的。黑的你比如说你正一白棋这边就小小的拆个一，这边脚上也有点空虚，这中间也不是特别的厚，我觉得可以考虑走到那儿、嗯。然后看看是这个。这个便宜吗？这个？这一串。跟直接拐比。这一串我只能说感觉是景山独特的风格，我不觉得他这一串有什么便宜的。他这一串走完之后，那就是有我唯一能觉得他就是他这个长是个先手，对，但他这个长是先手他用处他也不是很大呀，我觉得他如果之前拐、嗯、如果按照白棋虎一个算的话，这个棋黑的也许会打吃，也许可以保留。那么就算啊，打吃的话，暂时不见得是先手，我们就算保留吧。嗯，
这样虽然少一个这个长的先手，但是这是白棋，这以后这边一点，这有可能以后会损木。对，这木数感觉明显是这个要便宜一些。他走这个的话，怎么说呢？感觉上不见得便宜，但是他要这么下，亏可能也亏不到哪去，可能他就是心这样再围回来，对，更加心情好一些。我一个。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串就是从白棋开始靠断黑棋开始。这一串的话，我觉得黑棋如果不走这个的话，单拐我觉得黑的还可以，我是这么觉得。这样也差不多。然后像这个样子的话，这白棋还是吃了不少。对，我觉得白棋吃了不少。我觉得怎么说呢，白棋还是缓过劲儿。我感觉虽然说黑白的这个掉的有点浅，但是和黑的这样围一个相比的话，我觉得黑的这手棋它的价值没有。如果就当时拐完马上能把这块围住，那还是这边大。对，我觉得这手棋还是不如那个。这个棋虽然说现在黑的还是围了，但是毕竟少了两路，这以后这飞进来，就是以后这种棋哈，就这种骚扰的棋下进来的话，黑棋和这种直接围的相比，这个控还是差了很多。差了好多。我觉得这手棋没有这边打。但是就是这围上之后，还会怕不怕白棋里面能活呢？我是觉得这个棋活的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很大。因为如果敲到这儿的话，你如果敲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也许这个棋黑的是不是并一个比较多。我感觉这个棋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觉得。因为怎么说，因为这棋我总不能去围到这儿吧，我觉得围到这儿的话就黑的就太差劲。我觉得围到这儿的话是可以的，如果你走到这儿的话，那么黑棋看看情况，我觉得我的感觉上是如果黑的并一个，我感觉白棋可能是活不出来的，我感觉是这样。然后这边不管怎么样，就算白的有可能能活一部分，比如说如果说我走到这儿哈，假如说你活个角，那么黑的这地方如果能够先手走完之后，黑的还是可以回来走到这边的。就这样的棋在当时这个场面，白棋这个局部如果要补，它是补在哪儿？感觉它如果补到这儿的话，这白的这地方换手棋感觉明显就亏了嘛，黑的肯定便宜。就是走两下之后再拐这个，然后再把这个。对，这两下应该已经便宜了，我就觉得应该拐。我就觉得拐一个这个棋，白棋可能是会虎。然后这个棋我走的话，我确实感觉是挺想跳到这个位置的。我觉得打入进去应该是手围住的话，那明显还是比这手棋要大很多。对，我觉得围住的可能性比较大。搜一下，确实也没看出来什么用，还是要围，就是本来也可以拐一下围。现在那一下围的确实小了一些。飞棋是飞一个是吧？白棋碰这个棋，它是个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碰明显就是黑棋第一感就肯定就是绊住。对，这个碰的话，然后他挤了一个，这是什么碰的话，他这个下法他应该是要从那边搬下来。这边挤就是便宜一下，就如果我胡的话就便宜了。首先你如果胡，他看他们两个现场的画面仿佛一动都没动。虎的话它肯定是便宜一点。它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它如果说你黑棋挤到的话，那么白棋就接，那么虎一下相比的话，就是首先虎之后也不谈以后有没有可能说有点这个的先生，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这个点的先生可能性不大，就算点它吃一个你也不便宜。
那么就算不说点的话，单是这两个的交换，唬一个就便宜了，相当于是两不起吧，就能够唬到这一下。那他是打掉了直接。嗯，打掉再唬。这如果有个利益的话，这边是不是受控了？如果你挤掉的时候，肯定也不一样。有个利的话，怎么说呢？你利的话，他白棋是不是会团住你？我是怎么想？利的话，他应该是会团的。那收控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也许景象当时靠这个中间，他可能就是想的比较多，他就觉得以后，也许这立一个之后，这是不是还有可能想跑这个的想法？就是说，他就是这个藏子的他的那个价值，他可能还，也许他还有可能想到这个跑了之后，然后让白棋再收气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景山我说的他的棋还是下的比较积极的这个棋，但他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他还不一定好啊，他就是他想的比较积极，但是我就像之前说景山他的这个下的比较积极，但他的战斗力并不是说那么的就特别的顶尖，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他的这种构思有的时候没达成的话，有可能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如果是搬应该是什么？如果搬的话，好像已经搬了。对，这个搬的话他应该是必然要搬，他不搬的话他碰那个棋他就没法下。搬的话黑的应该是要打吃的。打吃完之后黑棋应该是有两个下法吗？还是怎么下？肯定没有两个下法。如果你说你站到这儿他黑白这一长，这个棋黑的这个空好像是，如果搬到这儿黑的是白的是要长吧，应该是要长。那是不是就贴了飞过啊？贴了飞过。但是你会搬吗？不会。不一定，黑白的可能会打吃。如果你走这儿，他走这儿，然后这样有靠下。如果这样的话，黑的应该不是很好。那么还有一个黑的长这边，长的话白的要打吃，然后再冲。这个时候如果黑的跑这个的话应该就比较贪了，这个实际上这个应该是肯定不太好的，就贪了这二十多目，这中间被人先手割断，这中间可能是白的这个到时候指不定又是一盘杀棋。这可能要冲这个。先手提是不是白的就可以满意了？这串就是全都破下来了。如果这一串下到这儿的话，怎么说呢，局部的话白的还是可以满意的，但是我觉得黑的它也有满意的地方，就是一个是这个角啊，它现在确实这底下就没有味道，这个角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第二个，你这白棋走完之后，就是黑棋现在全盘都比较厚了，那么你这块棋白棋还没有活，没有活的话，现在它就很有可能要从这边跑出来以后。以后的话就主要是像他们这白的这边的这种阵势，它可能就是潜力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吧。如果像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局面还是有点复杂的，因为白棋空也吃的比较多。如果真像这样子，现在能白棋下我的话，我觉得白棋把这个补回去还是，他是补这儿还是补这儿？可能补这儿吧，还是吧，这个棋有点纠结，反正这地方要补一个。粘的话，这个地方可以打到。对，我现在看一看，我有点想去粘这个。立的话，我就顶你一个吧。我是有点这种想法，如果你再走的话我就脱先了。也不走了。你要是不走的话，白棋的话以后继续去这边脱角。或者说如果你走这儿我就脱先了，你不走我就脱角，这种下吧，也许是这样下。就这个地方可能要继续看一下，如果走这个也可以，这样一下的话就黑的跑这个的严厉性就会被降低了一些。如果这样的话白这个空也还可以，我觉得现在这样的话局面输入控嘛，是。白的这块棋接近三十五，接近三十五肯定不到。怎么跟这块黑的差不多？三十五加上那个，加上那边，
这边的话白棋怎么着也有也得有个二十模，就是加了这个差不多五十五，看起来白的控的还可以，全局白的五十五，这块差不多十六十六吧，十六七，这边可能这样白黑的多一点。但是白这块还是有点薄。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黑的这边也挺厚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控上也是差不多，这样的话黑的这样飞起，这个白飞出头现在还是要被攻击一下的。然后这边以后黑的可能就这样漏进来，这样漏进的话那边可能白的就没有二十了，这还是一个接近的局面吧，我感觉黑的还是这个好，但是我觉得如果单拐了去围这边应该黑的还不错，我觉得哈。实际上白的没有搬这个，他搬了这边。哦，他搬到这儿。然后黑棋打，这是什么？这如果能打到的话，就比较有。这个棋怎么这样的话？然后这样也能还是下成刚才那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黑的推到这儿，就是跟刚才一样。如果白棋先打这个的话，那这个，白棋先打这个的话，黑的立到这儿，好像白的不满意。啊、哦，那我刚才能不能？刚才如果你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差，这个头差远了。搬到这边，其实搬到这边的话，黑棋它是这么下的。搬到这边的话，黑的打这个倒是。现在是还没粘，它是，稍微等一下。我点一下，然后还是这有什么联系啊？这个棋它不能是前景，它不能是读秒了吧？它现在才下了，应该没有吧？景山也不是特别快的，然后它就读秒了。一点对，是一点钟开始的，现在两点二十多。且那边的话，我现在如果它粘在这儿。那我不知道他这个粘他有什么好想的，他不会。可能他是跟什么打了贴下来吗？也没什么关系了，好像。有关系吗？他是有可能考虑打了贴这个，那他唯一的考虑是这个。啊。这样的话，好像他就有点关系了。这样死了。这样黑的哦，这样冲的点就是有，好像就是这个图有关系。对他如果要下的话，他可能是这么想，但是。但是这个图怎么说呢？这个图它是有可能选择这样下。那黑的怎么办？黑的不能长。如果这样的话，我感觉上黑的棋，黑的应该就拐吃回去吧。对不对？那这个棋，等一下，我突然想，黑的还没有接啊，黑的没有接。哦，对，黑的没有接，黑的是。看一下，黑的啊、哦，黑的现在这个棋，啊、哦，白棋这个地方倒是有一波操作，看起来比较巧妙。如果黑棋是这样，啊，比较巧妙。黑棋你现在好像也是不是也不能走这个，要不然被打一粘，这个棋就不太行。局部这样下应该不太行，所以说你应该还是要粘。哦，那他这个就是连贯的，就是要打了。打了贴下去，那么他应该是要这样打，贴下去的话，黑的也不能立的话就被挡住，黑的那就拐吧，然后白的走这个，我觉得下成这样倒是可能性比较大，然后接下来的话，我觉得黑棋翻过吗？我觉得我还搬过的可能性还是大，我就好像搬一个还是挺大的，要不搬的话被白的走的话，白的那边有靠下，如果这样下的话白黑的可能会搬吧，搬了爬，然后这边走两下，这边打吃啊，再吃，对，这里有个子是给他拿了，然后这样的话应该会尖出，
这个图和之前的把它贴下来，提这个字贴下来相比，就是空这边和那边呢互相转了一下，然后白棋局部暂时也还没活，暂时也还没活，下一步要和黑的走的话，黑的可能就爬这个还挺大的。这个图跟刚才就是白棋提到那个图比，就黑棋的空变到那儿去了。那看起来白棋这个图还好一点啊。变过去的话就厚了一点，白棋厚了不少。空上的话好像差不太多。但是白棋厚了很多。但是黑的这地方也多了一个尖啊。这地方黑的也多了个尖。我觉得怎么说呢，而且刚才那个图的话，白棋以后这个拖进来的话，还是你脚里面还是有挺多味道的。这个图我觉得和刚才那个差不太多，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的。以后像这种棋，黑棋如果跳出来的话，白棋以后可能就得拐回去；如果黑棋爬的话，白棋可能还得出来。我觉得差不太多，我觉得这两个图。但白棋的这一波操作好像还是看起来是比较妙的。这个黑棋已经陷入长考了。好久没有下了。黑棋他长考，他应该是，在这个应该是他打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这个能贴下来。对，他应该是这样，可能这个挤一个是硬手，然后把他这个地方给怎么说呢？给他对，如果挤的话，粘一个就没什么问题。粘一个的话，就形状感觉对，但是就不会粘一个，就感觉白棋好像不可能就便宜了。如果粘的话，别人白棋提到这边的话，这个明显就亏了嘛。其实这个图我觉得黑的也还行，但是黑的心里面肯定有点不太肯，因为跟他预想不太一样。对，和他的预想好像不太一样。那黑棋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就不管是这个，如果我搬你。搬的话，白棋应该就只有吃下去，白棋不能吃到外头。吃下去的话，这个棋是个，你想吃下去的话，黑的只有走这儿，黑的只有长。黑的长的话，白棋吃也好。这个图的话，好像黑的啥也没捞着，这空全部被这个好像不太行，全部被弄没了。这个图黑的不太行，黑的它如果像这样子，像只能就这个图了。可能就。只有这样算了，但是他不粘呢，一直长考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感觉这局部好像没什么别的选择。如果你不粘的话，这局部基本上就可以视作这个棋白棋把持先手。那这种局面那就只能吃了。对，这种局面，对这局面就排除嘛，排除法好像没什么排除法，就白棋就是你只有粘，对，你不粘的话，你要是去提这个，就被人家一扑死，这个就简单的，你就只能再对，你还得再往这边再补。那再往这边再补的话，那白棋先手把这三个断了。对，记得我们之前摆的图是这样吗？白的冲，对啊，白的冲的时候，黑的时候说不要跑这个，要冲这个。之前我们摆的图是这样吗？对。那么这样如果跑这个可能都不太好的话，现在这样白棋还少损了几步。对，这个还少断一下，这以后还有个家，这边有好几目棋的差距。这个黑的是好多目进来。对，这确实好多目，这个地方一断还是粘了。对，这肯定得粘。这个图不可能也没有办法，这还是得粘。不可能的话，确实。其实刚才那个图的目跟这个也差不多。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黑的打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黑的打这个会不会就应该单冲一个算了？就从这个角度上看，单冲一个。他如果就是还是打了贴的话，对，我就少打一下那个，然后我就拐吃，我这边少打一个，你这样你白棋也没有很好下，对，白棋好像这局部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如果还活，这一下我肯定下这个就是最舒服的一个棋形，对，你像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并住了，对，我就可以回去了。这个脚上的话，白棋黑棋，但是不知道这个棋这么紧，里面没有什么问题吗？气这么紧，暂时还没有什么问题吧。靠一个的话，我就搬嘛。就是说我力，你会不会不能团了？
立的话，对，立完之后这个角，这个局部感觉稍微是一可能有问题。如果立的话，我觉得黑的可能是不是得走这个，或者是白的得走这个，白白的可能会要顶住，就老师的硬一个呗。我觉得可能局部是这么一个情况，或者说还有一个像可能性就是，如果他靠局部有什么东西，我看一下，靠完之后如果搬黑的白的加下去，白的加下去再走这个吃黑的去吃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好，但这个棋还挺严厉的。如果说有棋的话，如果粘就被你提到那儿去了。对，粘我就提，好像这地方。那如果黑的是能这么吃，白的才这几门棋，那肯定白的扛不住。走这个我这一拐，这好像有点现实。可能我就打你，我可能打住你，然后这你要粘住的话，我就上面三口棋，你这底下。啊，你这底下一二，你这底下可以搬了病，但是我这上面这一跑是很残酷的东西。那我可能打这个来的时候。嗯。啊，那你这样我就无所谓，那我这样我就便宜了嘛。对，接下来你要不走这个，这很大，这游戏太大了，这游戏比这个肯定要大。你要走这个的话，我就已经白便宜了嘛。对。啊，接下来靠这个的话，是白棋这个气景啊，还是有点问题？靠这个，如果它是上面搬顶一个，顶一个的话，啊，顶一个你再立就减住。顶一个的话怎么说呢？我看我就走这个吧。我感觉我想走这个吗？还是什么？我先走一个这个，你要走，然后我立一下。你如果尖住我这地方，是不是还有一挤？有这种挤的可能性吗？挤完之后虎的话，你走，我再尖这边。我可以立吗？啊，那我。哦，你要立这个。那我顶一下，我这边立是什么？这个形状感觉不管怎么样，感觉白的是很难弄的呀。其实黑的这地方的话，这黑的只要一点便宜的话，黑的就还行。其实你走完这个，实际上最简单的话就是说我这边立，如果还算你顶这个，我就交换这个，我这个至少这个搬张是先什么，不管黑棋已经靠了一个，黑的就已经有一些靠了一个，就是搬的时候直接拖粘的时候直接拖，先靠了一个那个，可能对这种时候怎么说，那边景山他虽然这步棋他得忍了，但是那边他肯定还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还是不愿意这个让白棋这样打下，他可能有点他那个图他肯定是不满意的，不然早就下。所以说他先靠一个，先试试白棋的硬手。如果说白棋，不管怎么样啊，这边硬，白棋对，就是说，趁着白棋考虑这边的时候，他再去多想想那边。主要万一他这边落一后手被白棋走了，他就再没机会便宜了。刚才那几个图的话，相对而言，我觉得白棋立这个的图，还靠谱一点。这个给这个搬粘给先手就给先手吧，就这样便宜，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就该给的就给。像这个搬，然后被别人凑这个搬的话，这个便宜就给的比较大。然后像顶这个，给我的感觉他，像如果像这么气紧的话，他应该不是什么好棋。但是这个搬粘真的还是立一个好，看起来好一点。实战啊。先一个，大声感觉这么火爆吗？应该是，这地方好像大声也没有考虑太久，就往这地方一尖。他这步棋，棋都尖到这儿了，那这些黑的就顶嘛。黑的顶一个白棋，这局部是怎么办呢？是不是只能这样？感觉上只有走啊，然后吃你就走，只能这样呀。那就只能这样，然后以后的话，这棋粘到这儿啊，粘到这儿的话，他的意思是他这边有虎了，并这个是吧？这样就是这样，还有一挤。他是不是那这边不虎了，并这边被一顶就死了？那这边虎了顶，是是，然后这边有这一挤的话，这地方稍微有点复杂。如果你有挤，就局部。现在的话，黑的肯定先走这边啊。就现在走人这，如果真走人这样的话，白就往那边走，这黑的肯定不行。
你要挤这个，黑白的吃这个。现在的话，应该是走这个吧，你这个。如果局部像这个样子，啊，棋走这个，然后白棋要往这边搬。这冲出来是不是炸了？这跑出来，这棋还是现在这白的就白的局部是炸了，全是那个啊，白的局部炸了。所以如果像这个样子，可能这黑的就留下一个很大的官子吧。那就黑的先走那边，这留了很大的官子。那白的他肯定，但从白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白棋轮到白棋下，白棋这一步棋的力收就很大了。对。那么这一期如果黑的可能就下成这个样子，我感觉如果正常来讲，黑的先下两步吧，让白的吃的也不是那么的干净，先下两步。怎么样？白的下一步打吃黑的就可以脱先了，先下两步，然后再把那边先走一下。就打吃，好像也没便宜黑棋。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吃了，我就。如果打吃的话，便宜吗？以后立完之后有这个粘吗？好像没什么太大便宜。那这个局部我看这周边多半还得用这个这边先手吧。嗯，那想一想黑的应该怎么下。啊，这个地方兼这个，我觉得可能黑的就是得，那黑的那边就是争个先手。如果这样下的话，黑的这个地方这手棋很大。如果这样的话，我感觉啊，黑的也许他可以考虑下成这个样子，他脱先了，那边脱先就是先这边走啊，能不能这么考虑？他要粘到这儿，也许可以这么考虑。什么？然后像这样的话，白的如果这边搬，白的这边搬，黑的就挡住。然后你如果拖的，如果你靠的话，我就这样压几下，然后这脚就给你。谁能顶的时候，他顶了这个，下了是吧？顶了这儿，那我看继续下。嗯，白棋顶了是吧？白棋这地方顶这个，怎么感觉局部下法有点软弱呢？什么意思？我如果搬，你不是你是走这个的？搬的话，他应该是粘。他走这个的话，他是不是觉得这个上面就黑的跑一个？这个也没法跑呀。就是他觉得，但是我只能理解，他可能觉得黑的如果跑的话，但跑的话，他就补回去，他不满意吗？这现在这边的感觉黑的不行啊，我就吃了呢。感觉上好像黑的确实这个。就是没走什么东西，这也不能把这块白的全吃了吧？如果像这样的话，好像还是有点东西。你如果这样下，这白的就打了一家你。我把这个打掉。对，那你如果要打掉这个的话，那你这个形状你就差点意思了，这地方被通融加。那黑的就可以不走这个了，这三就黑的就弃了，黑的就直接加你了。哦，那他这。嗯，他可能白的有点担心这个，啊，这个单跑这个好像确实也是一手棋可以考虑。这样，如果像这样，黑的吃到这儿，白的应该是不能打吃，然后黑的再冲。这样的话，可能白的就不见得能走那边，白的可能要走中间了，也许。这样的话又是一盘棋，我觉得。白的可能还要走中间。那么白棋现在走这儿，走这儿如果也跑呢？你如果也跑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跑这个的？跑着好像没用。这白的局部好像是可以脱先的吧？你冲我就断你。然后黑的局部没有办法。
黑的，哦，黑的就忍了是吧？尝一个，感觉好不肯啊。顶上这个地方还是想到实地的。这是什么？这是就挡住吗？那就应该是这个意思吧。那只有挡住，不挡住还能下吗？这个气。嗯，他走，他这地方，这地方算是占了便宜吗？这个不见得占，这一下亏了呀。现在白的是走这边吗？那行，景山走了一圈，他就忍回去了。忍回去了之后，这景山好像也是比较喜欢先到后喜的，看这样子。这被割了好大呀！嗯，这边这地方被割掉了是很大。这个棋怎么说呢？这种棋确实，这种棋如果是 AI 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棋可能这个胜率已经翻车了。但是人来下的话，这中间还是那个有看起来有很多未知数，可能看起来就好像就对。之前我们摆的那个图，可能但是那个图我们分析的是这个棋。这本来不是还说白棋什么这里钻一钻，嗯，然后就等于说白棋什么就基本上是这样，然后这边还送了贴了一下，嗯，对，差不多。对，这个棋感觉上、嗯，感觉上这个棋黑的好像不太对，因为如果大家来分析的话，嗯，如果说白棋飞到这儿，黑棋肯定是冲这个嘛，正常来讲，啊，你怎么会飞到这儿呢？这形状一看就不对，飞到这儿已经亏了，然后这个地方我走一个，我正常补一个也还好，然后你也再跟着印一个，对，然后就跟着印一个，这一下挤的话呢，白棋是有点撞气，但是如果算有这个加的话，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嗯嗯，我觉得这个棋黑的这个棋到这两下棋，这个他们觉得这个图这么的不能忍，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更不能忍。嗯，是他，我想想他那个棋多少空啊？如果跟我们刚才摆那个图比，就是黑棋搬过白棋，对，那个，下来之后，那个图的话，我算一下黑的多少，差多少吗？好像就差二十几亩嘛，二十亩。我觉得没有二十亩，差了不到二十亩起。哦，就是如果跟以后这样比，对啊，我觉得没有二十亩起。啊，那就算你黑的硬一点。哦，我觉得没有二十亩起，和那刚才那个图比。但是这个段，我觉得这样硬一点，因为如果这边飞，有可能还有。我觉得这个断掉，加上之前就是开个子，我觉得这应该不止二十亩棋了。它，啊，跟厚薄关系也很大，这三个字。嗯，那这一串白棋确实得分很大。那么，那如果按照之前的算法，就是黑的如果不走这边去补一个这个，和现在相比，就是这一补这边被先手一割断，这个白棋这不沾好像还没下呢，还要想这么久啊。这个粘，我觉得它这部位还有什么段吗？段长，没，里面还有棋吗？没什么棋。这跟这个粘没有关系，它这个粘，它总不能这总不能走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视作它是粘了。我们先看看，这几下子黑子确实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这下子想干嘛呢？其实他直接这么走他肯定是不爽，然后他走了几下，啊，对，有的时候是这样，觉得走了，有人有的时候就这样，你先走那边你不爽，你先走了几下，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被白棋一回补，假如说白棋一回补，然后你一看这直接回补比的话其实也不便宜，你好像又损了，你感觉你更不爽。而且白棋现在还可以暂时不补，对，这白棋可以暂时不补，但不补的话不是说这个还是挺大的，这个走完之后如果接住这棋还是挺大的。如果你说你怕这边这个挤的话，你如果去虎到这儿和黑的这个地方走一个交换，这个棋的话目数还是挺大。不知道现在这黑棋这个白棋怎么陷入长考了，这步棋都没占。这个，啊，是画面，对，嗯，不知道在想什么呢，或者他就是在想站之后走哪儿，靠一个，okay，这一下都能忍住这诱惑吗？这我就很想走回去。这地方感觉大声的操作有点上瘾了，他这地方感觉，
他不走就是肯定是留着这段这个状态。说他怎么好像是，我感觉他是不是有点上头了？现在这很想脱线吗？他粘这个，那只能解释他粘这个之后，他怕这个黑的只有一挤，怎么然后这跟这脱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这个绣操作，我本来肯定是什么跟断一个脱可能会有点关系，绣的有点过头，他可能跟断有关。他这个针感觉黑棋就还要绣操作，怕这个呀？对啊，我觉得这一粘住，这白棋如果活个角，这边不是很薄吗？这块，然后就是再跑出来，不是都跑出来之后能让白棋回去，不是就挺舒服？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关键，我觉得这黑棋可能再硬，那这个的话，真的没法赢了，可能。那下棋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那种惯性思维，他总是想再多便宜再便宜便宜，如果再什么断到然后再走，那不是，那可能把把对手想的太傻了。有点惯性思维，他走这个的话，但是这个棋可以这么看，因为从心理上来讲啊，既然黑的当时不肯冲，然后因为冲完之后被这样贴下来，他黑的不满意，那么现在如果拖的时候你再粘，那么这个棋白棋再一扳，感觉但是我觉得白棋掏脚好像可能是比这个打下来可能要更大一点，他也许是这么觉得。白棋感觉还不如打下来那个厚一点。但是他、这个、他如果觉得更大，他是有可能的。他如果你走这儿，我也不要走。你扛吗？你可能就你走这个，我觉得可能但是也正常。其实走这儿黑白的去哪儿呢？白的走这个，黑的就搬。这感觉白棋黑棋就很舒服。是啊，黑的就搬一个白的，这是不是得搬一下？搬一下，我跟人家一猛，我就是粘住。这是白棋落后手了。这好像不能打。白棋这手棋的话，目数的话倒是挺大的，好像。对，这边就感觉。但这边如果被攻过来的话，可能我觉得。但是白棋他如果觉得他目数比这个大，他也是怎么说，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可能白棋他这个地方就是总是想捞目，知道吗？他当时也许白棋就是粘住这个之后，他也觉得中间他这个先手粘，他有点搞不清，感觉得20目都不止的价值吧。然后黑棋好像真跟着硬了一个。对，黑棋正常来讲，我觉得肯定是应该粘中间的，但是他可能这个生命已经真的是拿捏住了对手的心理。拿捏住，确实拿捏。拿捏了。如果拿捏之后，这棋白棋是不是有可能会断这个？我觉得，白棋。那他肯定是要继续拿捏。这个棋如果黑的怎么着，黑的走哪？这我始终觉得就是没反应了。这黑的有点晕了，这棋。不过现在再不硬的话，这肯定不如刚才不硬。对啊，既然你都搬到这儿，他怎么可能现在肯定得继续硬啊？如果打的话，就是便宜了吧？是这个。打的话，白的，我觉得他还得再跑。我跟你说，还得再跑你一个，你是不是挺难受的？你走这个。我如果反击。那反击的话，那可能白的先粘一个这个，然后再冲吧。哎，我白的先打，哎，白的打。啊、哦，这又冲过来了。就冲过来了。那不行，那这地方景山被拿捏的，这些怎么被拿捏这么死呢？这些要是景山往这一退，我觉得这个棋确实已经没法看了。如果是再一退，这地方得多活棋，不能够了。哦，那我觉得这个这边不是有打了冲吗？哦，对，还要打了冲，就冲一下，打了一冲。我说的这个已经给他面子了，就拐了打了一冲。那如果按照那样下来的话，可能刚才那个图。我看这个图也没法弄，这样退让，这样也不太行。这留个活角，当然没活角的时候，感觉这白棋这外面，当然感觉这白棋这飞一个，这外面这个黑的这地方想要弄的话呀，感觉得迂回一下，怎么从这边怎么掉一掉，很头疼，当然有点头疼。那如果这边还留个活角，这黑的都走了半天，再断。但是这个棋，我觉得他选择现在拖，他可能就是会断。断的话黑怎么办、啊、如果真走这个的话，白棋就不是，如果断的话，黑的肯定是应该，就是说从客观上讲应该还是要走这个。对、白棋他的考虑估计也是怕黑的回头是岸了，他估计也是有一点。但如果怕回头是岸，他不是应该是最怕的时候拖的时候拖线吗？没有，他如果断了之后，他要考虑断完之后黑的脱先，白的局部有没有什么严厉的新的手段。如果没有，如果不如搬这个活棋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断。他要算一下这个，
严厉性的手段有啥？就是偷盗也已经不回了。简单的棋就是，哎，以前不是简单的套路吗？就走这个，就最简单的套路。哦，就走这个黑的，好像就套路感觉。嗯，就冲下去，冲下去反正黑的就这种也没什么好的这个局啊。如果冲下去，黑的局部是要，哎，要这么想是吧？嗯，对。啊不，那白的，哎，那白的这样下便宜啊。走这个，我看一下，提黑的扑啊，哦，黑的扑的话，白的先手，那黑的不行。那如果真断了，已经断了，断，那就他就要断。这个得帮黑棋想想办法。断了，那黑的如果脱先的话，黑的那如果刚才那个图的话，那黑的扳这下亏了，白的比这个要严厉啊。白的这一打吃，你黑的没办法，你黑的就只有。这个扳一个真的是感觉被拿捏了。这都是命令型的，你就走成这样，走成这样，你好像你什么招也都没有，都是命令。你就拐你也得拐啊，然后白的再冲下去，这样的棋好像黑的没有招架的。没有招架之力了，那黑的就继续硬嘛。这怎么硬？黑的怎么硬？这个棋都不会好。黑的要硬的话，黑的吃这个。黑的可能就是已经被便宜了。吃啊一下，他就这他就肯定是。另一个是怎么是不让活角只能那个棋。黑的下这确实很头疼啊，这个棋确实黑的尝这个被这一拐这一吃就把它局部活起来，黄之战看起来不太行，这样感觉这里面也不像是能进吃的样子，这被白的这一吃感觉黑的要漏，这个最大的不行吧，是不是？对，这感觉这黑的应该是要漏，这棋不太行，这黑的打了一个，黑的打一个，那井上忍了忍，井上还是忍住了。打一个是，就打一个，就白的不走了呗。打一个，白的还会跑吗？跑就粘上。那你粘上它就便宜了吗？那我就粘完之后再跑。对，差不多，就对，粘完再跑。想来留一火棋。有一火棋，你是想火棋？白的未必，黑的会立有立这个吗？啊，黑的也许有一立，白的还没有火棋，那白的就不能跑这个。那就直接留着这个火棋。就留着这个就满意了，你绝对满意了。之前还是说加了并这个，这一下子留个火棋。他是满意了，他终于把这个粘住了。啊，锦上这个地方他不粘也没棋下了。对，那个地方不能跑，跑的话立一个，立一个就粘嘛，那也。哦，对，立一个粘其实也还好，这好像也受不了白的。对，那边被靠下，可能还得粘。这样我再靠下。立的话，那不是他跑的话，如果黑的反击，黑的就冲这个嘛。黑的可以冲这个，白的不见得便宜，白跑这个不见得便宜。这是什么？如果你冲下去，那我就把你。哎，我是要把你滚一包吗？那只有滚包了，滚一包，滚包，然后我立这个，这个棋白棋，稍微有点惨，这样可以活，嗯，但是白棋可以先不走啊，可以先走这，白棋反正这地方就留着吧，以后看情况，对，反正至少有个打这个就可以活棋了，那个下法，那也是便宜的，肯定是便宜的。黑棋要补就只能这样了，对，黑棋就只有提跟他这个棋，对啊，那总便宜，总比以后就加一个好，感觉像白棋飞，现在飞一个补挺大，飞一个的话黑的可能在这边比如说这边怎么来一个，然后本来白棋走的比较轻松一些，然后这个棋挺大，看白棋是能不能抢到，但我觉得吃中间的话也比较大，这地方白棋下了很多。现在黑棋可以点有多少目？这块？那个角上的话应该是多少？
而且打完力这个局部是多少母气多少啊，打完力那个局部是二十母气，二十母气折半，就二十母气折半，黑棋吃的是十八目，白棋围成两目，那就是十六，十六折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状算。就是如果像的话是大概像这样一个形状，就局部白棋尖这个红两目棋。这地方黑的算八目。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也帮行山思考一下这个局面该怎么洗这个中央呢？嗯，对，现在这个棋行山陷入了一个对比较困难的局面，一个很困难的局面，他在这些地方感觉下得有点上头了，这个判断有问题。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嗯，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欢迎回来，那我们看看景山怎么洗这个中腹吧。哦，他是没有，他直接在最深的地方直接打入到了白棋那个右边的孔。嗯，本来我之前以为这在上面这会不会掉一掉，不怕这个吗？我也觉得这个棋，就如果黑棋总得活一手，然后白棋这是不是就全围上了？对，我也觉得白棋很想这么下。我觉得白棋好像很想这么下，但是白棋他并没有去围中间，去那个中，他想这样顺势围上。对，现在我就说白棋的下法，这两种好像都可以，我觉得下法是很多的，就似乎这样也行。这个可能他如果他到底怎么想的，可能得回来要问一下那个盛明君才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下法就都可以。那么就看实战吧。他这样围攻过来哈，就从这样攻过来的话，他也是。怎么说呢，黑棋局部他对黑棋如果补这个断点一下子也没看出怎么活，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安乐了？如果去补那个的话，这样白棋中间黑棋再什么活一个，中间好像又围死。不是，这不是安不安，这不是活一个的问题，关键这局部感觉太迷惑。我觉得这样下的话，如果这个棋黑的白的要点你，让你打就打了。这个棋，我总觉得这个棋黑的这局部它不是能活的问题，我感觉活不了啊。我感觉就是白的刺一个嘛，这棋对，这好像活不了的样子。如果白的黑的就这么下的，确实好像要死。对。这黑的好像，黑棋，这白的好厚呀，怎么走着走着？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好像还是，但是好像就等于黑棋差不多往这掉，然后白棋走这也正常，黑棋跳一下。那黑棋如果掉在这儿，是不是没有那么，而且掉在这儿？没，这只是掉在这只是一种感觉，因为。因为我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如果白棋这边像这样围住，然后中间再围个二十目，这些白棋的时控就已经很好了。现在如果真的是这样下，那么你黑的看起来你这边跑不动，你这白棋围中间二十目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棋。而且说不定黑棋还要再继续过后手。对，所以说黑的要这个地方他要拼一把，这是很正常的下法。那么接下来其实这个棋白棋他也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之前不是说吗，白棋这边围住这边二十目，这棋白棋可以了，但是现在这边已经被打进去了。那这边可能就不止二十目。对，但是就是说，所以说你看现在黑棋就比较急促，黑的就是走这个。尝试吧，这黑的肯定要尽量的把局面给导向那个看不清的那种场面。这白棋是直接断上去了。白棋是直接断上去了。断上去的话，断上去这个棋怎么说呢？现在黑棋的意思肯定是想要转身。对，黑棋现在肯定是想要转身。那么白棋的下法，白棋如果不转身就先赢。而且现在是稍微的怎么说呢，尖那个的话感觉那个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感觉有点看不懂。如果白棋不想给黑棋转身的话，白棋有可能会跳吧，我是第一感是这样想的。这样的话这块中间吃了已经不止二十目了。
不知道是摸了，然后黑棋看黑棋在那边怎么做活，然后以后这边如果得先手的话收一收，这样是不是也行？那他现在实际上断，现在这个棋双方应该差不多要都读秒了，不知道双方的用时现在应该是读秒了吧？嗯，如果用时双方都差不多的话，是双方都读秒。等于那个离那个基本时间就过了。过了，已经过了八分钟、嗯，除非一方还有十多分钟，哦，就一方多用十多分钟也是有可能的。感觉上是黑棋时间少一点，因为我感觉这边好像黑棋想了挺久。嗯，这地方是这样，然后这个段的话感觉还是比较直接一些的，感觉像这个段，嗯，段的话如果是黑棋的想法，我想想黑棋的想法应该是拐然后白棋立，现在黑棋的一个转身的初步的目标，这是冲断吗？初步的目标可能是已经或者就挡一个已经有所达成了，我觉得。然后接下来的话这味道也挺坏，这个对，一个是这个脚上的点的味道有可能坏，然后接下来这种地方如果点的话，它也是这地方感觉黑白的也不能把黑的全吃了，所以说白的这个断如果让黑的轻松的转身了的话，这个棋主要这边也等于还没死劲，白的不一定好，这个棋，当然这个棋还是复杂局面，我觉得断一个也不能说算差吧，这种地方如果是或者他说这种时候如果就觉得黑棋已经读秒了，是不是就觉得这种地方如果 AI 来判断的话肯定是判断的比较清楚，但是下的时候可能双方对这个判断，但因为我觉得这个棋有里面味道比较重啊，现在黑的可能是要先冲的，但是如果说这一点角局部的话，白棋是很难下，比如说你如果走到这边，那么我挡就是先手了，你如果挑个这个，那我这里拖这个局部黑这个拖的话好像是白局部好像不太行，你如果搬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我这一段我下波我也打了一段，嗯，你要搬到这边的话只能使出这个好像不太行，感觉，对，你要走这个的话我感觉可能那这边这一次我这边再一拖感觉我的黑的这边就很活出来了，对，你可能走这个，那么这样的话就说局部的话，黑的他这么一走，你只有拐，黑的可以断吃你俩。当然这样下黑的直接买可能不见得便宜，但这里面说明它的味道很多啊。这个地方黑的这边有点什么，白的可能会拐。拖，就是黑的现在不会点，黑的现在先处理这边。你直接用了这个长线条。黑的啊，景山是不是想反攻？白的这一条。但是我的感觉这两个地方的联络好像。但直接长好像我觉得也好像。联络似乎有点远，我感觉他反攻不太好反攻啊，攻不住啊。你如果跳这个。你如果跳这个的话好像是。那走好像你反攻第一步是不是就得。这个跳这个，我想想，你反攻第一步应该是要跳，感觉不是很怕，怕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怕的，你如果说走这儿，那我主要是看白的怎么下能够简明一点哈，好像这个棋如果要摆的话好像并没有特别简明的想法，如果正常下的话，白的我觉得哎，是这样，我觉得可能白的要贴了跟黑的有一定的战斗，我觉得这个贴那个有一定的战斗，我觉得白的应该不怕，但是这种局面一下子也摆不清，我觉得可能要贴，之前我看了个这个白的，我看白的这个行不行，就是跳一个然后我闯然后你粘住然后我这边过得去不，但是我看那边好像不一定过去，这边对不一定能过去，这边白的这个冲什么的这联动有点问题都是，他这实战就这样下就跳了已经，不一定能行，但是他还是跳了的话黑的应该要挡住，这下拐不到了，
去这里吧，有没有？嗯，走这个的话，黑的可能要冲你。冲这个？冲这个？嗯。这样一来，这个局面好像从白的这个段开始就被弄得有点。这边弄得有点晕。如果走成这样子，我是白的这个地方拐的话，比跳一个可能要好点。这地方先留着，留着以后有可能有这种点了挖了这种可能性。然后那边先拐，有可能是这样。然后白黑棋，黑棋局部要阻断，就阻住的话。也是能走动，走这个的话白的要搬，对，黑的先怎么说呢，对，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就粘这个粘走，应该是那首先这一走白的这个这边的白棋就基本上这个棋这得吃白的，这边好像黑的这个活力就已经快没了，不行，嗯，然后你要吃白棋的话，就像我刚才就是刚才那个图的话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感觉哈，就这样下。如果黑的来，你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一点。如果你走这个，白的就退。这挖和这个好像白的不能走到。这个黑的就不能这么强硬的就阻堵。嗯，黑的好像不能直接强硬的阻堵。如果走这个，如果拐的话，黑的要阻堵靠，反正就靠也是一个下法。嗯，靠白的挡黑的再走这个，反正这都挺复杂的啊。这棋确实是非常的复杂，靠一个比那个爬明显好，爬被搬到这个地方这就是已经进入到生死战。我感觉这种地方的生死战，我觉得似乎景山要比那个大生要擅长一点。我觉得这，我觉得黑棋就从这开始就肯定是已经很好了，像是这样。嗯，对，我觉得从现在看，白棋这个段可能是稍微有一点问题啊。嗯，我觉得感觉白的断这个，把自己断的那个味道很坏。可能白棋对中间这个厚薄的这个判断是稍微有点问题吧，或者说你要说他这个地方他什么都看清了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估算当中可能是。判断有点问题，像这很多棋这种算不清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地方到底是谁厚一些，谁薄一些，谁怕谁。但这个地方，白棋估算，他觉得可能觉得自己还厚，但是实际上这白棋气有点紧。嗯，白棋可能气是有点紧。那么白棋没有单走，黑的白棋再尝一个，有点俗。我感觉这一尝，黑的中间确实是彻底的全部连上了。那么白棋局部，这白棋怎么连呢？白棋局部怎么连法确实粘先手，看起来有点不好弄。这跳的话反正就是对冲啊，就夹你夹，对，这个时候你跑他再冲，这好像是不太行。对，他然后他再冲这边，嗯，你再跑他再冲这边。所以说白棋如果说是先拐，其实现在不见得能拐得着。现在应该拐不着了，他如果拐的话他为什么要先跳呢？他也不是先拐。对，他现在首先他不一定拐得着，而且当时这个图就算拐着了问题也不大，黑棋还可以接了搬这个，就算拐到了。现在白棋跑去尝这个是不是有点乱呀？我怎么觉得，嗯，这其实这好像是把所有的那个黑棋能分段黑棋，就是这个局部能分段黑棋的那个刀法全部都卖掉了。是的，他那个他这会不会看错了什么地方？因为这不长好像明显不用长。招法略显凌乱这个棋，但是看看他，首先我觉得他应该是读秒了，稍微招法有点乱。第二个白棋啊，虽然那么说，这边让黑棋连回去。对，还有一个下可能性就是这样。你首先你黑的你应该是要从这边先走一个的，嗯，然后先走一个，然后这个白棋他不是跑一个吗？对，有可能他是想要跟你打劫。那打劫的话，就算是打劫的话，我觉得这个长肯定是亏了，这个长肯定亏了。嗯，不长这个黑的也是这么下，对吧？对，你长一个这是什么意思？长一个是怎么都长一个怎么才能便宜的？他如果打劫的话，他是想这么下啊。白棋实战先吃了一个，
这边还没走，先吃了一个，先吃了一个之后，如果再打劫，这地方亏了一个劫财。他如果先在这边动，是的话，他是个什么意思呢？现在有点没搞懂了。我感觉这白的是不是已经有点冒汗了？吃这个黑棋能不能就吃这块啊？啊，之前打劫的时候我就觉得黑的有可能要硬，现在你要吃那块。不是你那块的话，你不见得能吃得干净啊！你这首先很大，你那块其实到底怎么个吃法，还是未知。我觉得他是先秒打了个僵，还是先立这个，这白的接下来想干什么？关键是我这现在有点，其实我觉得白棋已经乱了吧？这个时候，白棋有点凌乱了。现在这个，他显然这些招法应该都不是在他那个。对，他这是不是就是以为这能跳过去，突然发现跳不过去？对，他可能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误算，他开始可能觉得自己比较厚，结果别人跳到这儿，确实拐过的话，这里有尖了吧？发现硬站也站不过，他又想跳回去，结果突然跳不过。现在人有点慌。如果不走的话，确实，再把所有那个分担黑棋的可能全部都卖掉。对，如果单跳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关键是这个杀气就显得，如果是。连不回去，这杀气好像是白棋明显是、跳到这时候有点乱，但是我觉得白棋的余地还是比较大，应该是白棋会好下一些。但是那两步下完之后，我觉得这棋就有点不一定了。打这个，那就跟杀气没什么关系了吧？就是什么转换吗？那还是说，黑棋已经吃了，黑棋已经吃了。白棋还没提，但是这一串我看白的他是想打冲。打完冲，黑冲我们不是可以立、啊？黑的是要立啊，黑的肯定是得立的。黑的不立，黑的也没什么下法，这子还不能都给。那这局部白的还没活啊，这白的死棋啊。这个白的好像就是死了吧？这边这个也没什么用。这个棋白棋，我看如果白棋走这个，那感觉被白棋怎么送菜了呢？这棋。就只有粘，对，你又粘不着这一下，黑的就不无所谓了，黑的这边黑的自己是不是考虑过去，黑的看这局部怎么过法。跳的话白的能加黑的吗？黑好像白的也不能加黑的呀，白的黑的就算不粘这个，白的也加不住黑的。那加不住黑棋，加不住黑棋的话，那黑棋就跳过嘛，那跳过就白的五了呀，这棋，黑就走个这个，把这个粘住，粘不粘关系不大。这边是不是可以不打？对，你能不能不打？对你这个，对你这打一个好像又稍微俗了点。对，不打这个。啊，不打也不一定行。不打的话就单冲这个，单冲这个的话，我感觉这个棋，首先这边要是都弃了人。我舅还是这样呢。就是也没什么用嘛，没有什么用，好像你挡住就不打也没用、啊。你先直接粘这个，没有，关键是你粘这个、你冲不着 啊！对，为什么要给你冲着？开始感觉这是黑的力，直接把这白的撕进去了。为什么要给你冲着？这个枪这样白的收摊了，这确实全死了，这全没了，这什么意思？啊，这胜利已经出来，就白的炸了，白的各回手，就很快。他现在在哇，这棋白棋就一转眼之间就白的，哎，之前我就你这个之前我说大声一般是崩在后半盘，他今天中盘就崩了。这个不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崩的，我觉得有点崩的那个很冲击法。这个直接就翻车了，本来觉得那个白棋很好下，然后再攻黑棋。对，就这个时候，但是还白棋一片乐观，然后这怎么自己这时候有点不太对劲儿，但是还是有点搞不清。不是，我觉得他这两步肯定是哪看错了。看错了，这两步应该就对，因为这太俗了嘛，这都先手。对，那俗成这样子，除非这边就是能过，要不然的话俗成这样子，别人又是外气，你这里面又没气，你杀气杀不过，你俗成这样子。这两步肯定是有误算的。对，就不管怎么样，至少这个长的话。保留住，至少有什么？你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点就算冲我退，这边还有个袜子。其实黑棋这个走法也挺冒险的，也不一定行。其实他觉得这很行，太没这个黑的是黑的，他只有这么下，黑的就这个被断了，就他不是被逼的嘛，他只有这么下。实际上白的这一串的话，
我觉得白白他当时可能觉得自己特别厚，怎么战斗都可以，结果后面跳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好像不是这么简单，然后他以为自己能过去也还行，结果如果真能过那是还可以，那黑的可能快死了。对，黑能过的话黑的可能就快死了，关键那个阶段过不去啊，所以说之前黑的不死，白的再走一串就把这个弄回去。对，所以说我就说之前白的这个段可能是不是跳一个把这中间这二十多幕吃了要好一些，关键是这个现在这个变好像尝试一本道白的也没办法。对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走这个他当时是想转身还是怎么，但是我就觉得他就算打劫可能也不太行，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大，但是就算是打劫他也比这全送进去，关键是还带这个，哎呀，不是这棋，关键是这棋走到这儿的地方他这很清楚了，这个棋就是业余棋手来很清楚，就是你这一接我一冲这边是做不活的，然后拐我就猴嘛，就看成这样的也行。对，就看成这样，你这棋你拐我就猴嘛，这些黑的根本不用挡，这个棋就这样就行了。对，这棋对我就这样就可以了，其实我还可以渡呢，这个记录就是看得清楚嘛，这都无所谓，就这样，然后里面的话就现在是打这个就是慢一气嘛，显然是慢一气。对，打这个慢一气。然后局部只能打这个，然后里面就是再飞一个。标准的死气。应该就是死气。飞一个我就简单的加住。死气。这个太厚了。有加住，你走这个我就度过，你走这个的话我就简单我就跑。好像都不止。我这边再不止一种吃法。顶一个就随便下，这其实吃都死了。杀法很多。嗯，你走什么也没用，反正这个地方肯定没有劫，你走这个我就简单跳跳了。对，沙法不止。这个沙法太多了。对。然后这棋就死了，哎，这个盛敏俊，我本来以为他后半盘经常出勺子，怎么今天中盘的时候就这么脆皮？这应该就是勺子了，不知道，就是可能是跳过。这个我其实这跳过黑棋，只要架完之后也不止一种断法。不，这倒也不是勺子，我感觉申敏俊不是勺子吗？对，要不然这不是很我感觉是申敏俊这盘棋，我不是他说他赛前的时候看那个表情好像有点紧张吗？我感觉他这个棋是不是紧张的时候，当时他现在是明显是比较沮丧的样子，抱着头。我对于这种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像这种棋下完这个地方，他肯定觉得自己特别顺，觉得自己特别满意，就这个应该是觉得百姓好吧？对，然后他当时走到这儿，当然他可能觉得走这个也行，走这个也行，但是他觉得是自己这中间，但我觉得不怕站，就觉得这种时候走哪儿都行的话就对，这种时候有点不太会了，比较危险。然后他当时断的时候，他肯定觉得中间战斗不怕。然后等到别人走到这儿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好像直接跟别人硬来战斗好像不太好。然后呢，那个时候肯定又读秒了，读秒之后，他当时以为可能这边能过，结果走完这两个就开始热，他就发现过不去，他动着他人就慌了，又读秒，这个又是一次的。然后他这边先走两个，想到能不能转身，结果这走两个就发现这个鞋脱不开手了，这走两个不走的话，这个还少一个活棋，然后气又撞了，然后继续走两个，好完了。这个心理解剖的很到位，就这种很，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怎么说呢？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像这个年轻棋手一般不至于这么慌乱，所以说这慌乱的话，就是、可能大声确实不擅长战斗。如果擅长战斗的，五次一分钟吗？一次一分钟，一次一分钟。擅长战斗的年轻人不会慌成这个样子，像这种这么慌的，一般来讲是战斗力不太行的人才会出现这种慌乱的场面。这个关键是计算其实都非常简单。对，他当时像这种计算的话，他实际上是这样的，他先走应该是下三十秒也应该够算了，走到这边他觉得这边不好下，他又想去打个江或者说怎么下，当他有点乱，他可能就是找那个又想打江，又可能想转换，有可能想转换，他人就已经乱了，然后就走完之后发现这边，但是他这个打完是怎么想的？他这边算不清啊，这边还能他算不清啊，就还有可能性，就打劫，他当时就像我说的，打劫之后别黑的断一下，这两个都是劫，他然后这棋又特别大，但他觉得不行，然后他就继续去打将，这个这一打将把自己全部打没了，这确实就一打将把自己打没了，跟摆的一样啊，这个已经是很标准的下法啊，他还没打这个，就是肯定就是下到最后一秒就无奈的下一步棋，然后对、啊、像这种棋你立也没有用，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棋黑的就立这个简单的，你立这边黑的就补。这下法太多了，这下法这活了之后这边都不行了，这边也全死了、什么都没用，其实就算你力有用，黑的就挡住这个也没用，你力的黑的挡你也没什么太大用处，实际上啊，这个棋哦，如果走到这儿的话好像黑的是不是、如果走到这儿的话也许是这样，
啊，这边可以先滚一圈，然后再搬这个。如果这样的话，也是不行，肯定也是不行。但是这样哈，如果这样的话不行，倒是不行，但是也许能蹭啊，也蹭不中，就只是开个玩笑。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能让大神觉得自己抓住了一丝丝的那个稻草。如果是这样下的话，也许能让大神觉得自己抓住了稻草。对，虽然可能是个虚假的，虽然说可能是个虚假的，然后这样的话，这不是跳？这是不是先打一下？打一下吧，啊，然后再跳这个。是这样的话，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样的话啊，这样的话，走走走，可能就不用打，打一个。他算了，有点早就直接跳，直接走这个，然后黑的就吃这个，这个白的也这个棋白的也是垮的不行，天了，然后这边再打，这边再打就垮的不行，这个棋。但是像这样，他可能已经满意了，也不是满意了，就是还能再，可能比预想的还好一点。但是这个棋如果像这样子，下不动了也，下不动。你本来这个棋活个脚，你确实是大了一圈，但是这一圈太大了。这黑子可能有90步了吧。这一块就已经90了。我这个冲这个 AD 还真要度过，80来目，这块有80多，加上这个不止得300了，也真够狠的。但是就是真的要度过。黑的真度，黑的真度的话，白的居然是单立的，那这个棋单立那个连那个念想都没了。单立。哎呀，计算也没计算出来。这个大神连这个计算都没有计算出来，他这个棋怎么赢啊？这个棋都没法弄。给他一次面。其实黑棋也够拼的，这个白棋都已经可以起立了。啊，不也无所谓。无所谓。那样的话也一样，差不多。嗯。哎呀，这个棋走的确实是挺惨的。刚才那个图确实还能，可能还能多下几十步。那样的话，黑棋全盘有100多目，那是。这样是真的不知道怎么下。这可能是现在什么飞一飞啊？那样的话，黑棋已经盘20以上了，那样也没什么意义，其实都差不多。现在就算是这手其实活的，可能。就是不管是当他活的，可能也没得下了啊。就是你这边可能还要活着。这边有什么活？我看看，如果走这边好像是接不归。没有，那接不归。你要走这边的。走接不归也没啥用，哎，接不归就是好像不是很好吃，是吧？我想想，如果走，对，如果这样的话，局部好像不是那么好吃。对，但是如果真下来，就算你这边是活的，黑的再往这边再掏，这个棋白的也不行。而且你这个活他接不归，他也不能是进火吧？这个局部，他不是不能是进火。哦，他打了这个，那什么，有一小，没有小尖，没有小尖就算团嘛？这个很经典的，我记得有个死活题就是这样的。你如果搬就搬了一口，嗯。你走这个，他要立这个，这个什么用都没有啊。那他都打了，也只能下出。不行，就算黑棋看不到也没关系。不，这尖，基本上黑的这个局部，他弃权一手，我感觉这白的他也不行。就现在直接弃权一手。他也不行，这白的，这黑的就算挡这个，都走什么？只要。那咱看这，哎，他没走，是我们摆了。哎，这个大圣现在已经在整理心情了。不是，这崩的太突然了，就是感觉还好好的，就是猝不及防，感觉我们在中场的时候还在那儿，还是说黑棋比较难、黑棋当然确实是比较难，但是这个就像我刚才分析大圣的心态一样，他就是突然间怎么自己死了。哎呀，这个棋
今天景山赢了就四连胜了。我感觉他可能这边走的，他可能觉得优势来的太轻松，他这个人可能失去了一些警惕性。他这一战可能他下的太爽了。嗯，对。很多时候下棋的时候确实从这个调开始是这样，全部都是先手。就如果你觉得你这棋下的特别顺，然后局面你也觉得特别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下好像都还可以。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忽略了一些危险，就比如说这调是先手把黑棋割成，比如说这盘棋白棋忽略的危险就是他一直觉得这三个可能是就是他的控，然后这一盘觉得自己很厚，但是忽略了自己气并不长，被黑的这边一走完之后，哎，发现这个棋好像先拐一下，好像是被扑了，谁把谁弄了不一定，黑的团了，就是如果先拐啊，如果先拐，拐到不是肯定便宜吗？那无所谓嘛，那就算被扑了也没有关系啊。这局部如果是什么连环，这个棋我觉得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知道吗？对啊，这好像是。如果再搬这个，然后黑白以后要接住这个跟黑的打劫，我感觉这白的黑的手腕气白的就已经没了。黑棋就直接走这个。那手腕气就没了，黑的简简单单。这是劝降的招法吗？哎，这个棋。大神这个脸通红，这确实好像是涨红了。那他可能他也搞不明白自己怎么就突然是这样。这有点不甘心，我觉得这样说，就是感觉没有发挥出来。对，这是莫名其妙的突然死亡。这种给我的感觉就像那种，就是以那种怎么说呢，以那种喜欢爱出勺的那种风格的人才会像这个样子。他大神他像这样子肯定是。少有的那种惨败，真的，这确实有点惨。嗯，确实有点惨。他尝到这儿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他有点不妙。但是我觉得他拐这个，然后如果这边战斗有点看不清，那个时候确实有点看不清了。他尝肯定是看错了。当时尝的时候，我已经他肯定看他如果要拐的话，他就不会去尝这个。对，尝这个跟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能是跳。他都有可能直接拐嘛，对，不跳。直接拐的话，他可能会怕这边有什么，比如说尖一个，或者说直接靠，他有可能。也不一定怕，就不管怎么样，他跳一个，我觉得还行。他第二下他肯定没必要，但是走完这个，我就觉得或者你那个贴也不一定就不行。就是不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是白的还好。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黑的中间这个联络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对对。这个时候不就算贴这个，我当时这下还没长嘛，这下长还有损气的那个。我觉得这像这种类似于这种什么点一点，它都是存在的。我觉得这个时候肯定是白的好，不是说白的还能行，白的应该还可以。但这一下就是应该要善战一点。白的应该是把握大一些，但是这一下的话，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误算了，因为这一下跟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能说走这个是为了跳，但是这个跳这要是有子儿的话，这个挺现实的这个段。但是他这个为了这个跳，他又跳不住，他这一下马上就像电脑死机了一样，他本来是想得很清楚，结果发现跳不过去，他马上这个棋整个人就乱了，这种觉得这整理心情也整理，哎，好久啊。他就是整个人就心态就乱了，这个真的都吓怕了。这个其实这是属于确实不肯认输，但是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办法。这个确实，这种死活，这种除非是点错鼠标，要不然这些活不可能活得起。景山这盘棋，关键是这杀法确实是不。没有，我之前说景山的棋比较喜欢战斗积极，但是我觉得，但是今天杀成这个样子，从这个画面看还比较正常。但杀成这个样子，确实也是很罕见的。不是，这主要是太简明了，就没什么。嗯。不，我觉得以他们这么高的水平，这种计算应该都很简单。就是打了冲，就是这不是一本道吗？没有变化。没有，这种我还是有经验。他当时肯定是在算这边，然后这边就当打将，当时因为他全没有将可以打。就是打这下不是很关键吗？打这下就不是打将了，就是即使打了这下你还可以。但王振海将他没算清，他怎么办呢？他没算清，他就觉得这边不好下，他就只能转这边转。当打了这一下的时候。打这下就不行了呀，打了这下就已经。对，他打了这一下的时候，他就是之前他算这边。但他算这边他又算不清，他觉得那边不好下，然后这个时候读秒他这边没算，然后他就去吃了这个，等吃完之后再算这边，他就发现自己已经不行了，但是已经回不了头了。
这个我还一吃就不能，这个我还是很有经验的。像我有的时候输，就如果像这种局面输啊，就是一组秒就直接一次。对，再想这边，然后打将在这边，结果发现这边不好下，然后转到这边下，发现这边不行，那就完了。啊，这个棋它这种下法就这个，现在就是真的就是整理心情，就是杀法。度过爬怎么都能杀。嗯，对，这棋这个这死活太简单了。嗯，这真的是白棋活了的话，这盘棋还能接着往下，可能也不太妙白的。嗯，白的如果是无条件做活的话，也不一定这一档。无条件做活不是说这边还有可能还能活吗？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能下的。对、啊、还不一定，就是黑的也不一定输。嗯，哦不，如果黑的挡的话，你站在这个黑的跳过了，你还是不行，你还是死棋。哦，就是你只能这样被吃就死了。嗯、对，这样这个不行。那就是活了都不行了，活了也不行。看这挡着，这还有点。对，这边还有点，这关键这边这个点，这白怎么收场啊？局部白怎么走？所以白这个段可能还是问题，这个问题的开始应该是从这部段开始的，要不然的话黑的他断的时候应该肯定就没多想，这边他就觉得他肯定没多想，这牌很厚，就觉得对 他觉得这牌很厚。但是你实际上我们回头来看，就算黑的是冲这个，然后黑的把这个救活，然后白棋给补一个，那黑的下一步再一点，你这局部怎么下呀？怎么还是不如不断。对啊，对啊，你还不如把它放长线，你就顺便跳过来。 对跳过来，那这边目数也会差，这中间吃了25目吧。嗯，对，如果那样下的话，白的也还可以。得摇头。哎，这些其实可以从这儿开始，都已经是。对。真理性实在是不肯就认输了。大山这个棋、这个、他现在一般也不会再想现在该走哪儿了，应该就是在想开、为什么会下成这样。对，他想这棋怎么就成这样了，好好的局面。对，一般就突然崩的时候也没认输的，都是在想前面到底怎么回事。是的是的，那个职业棋手对这个整理心情大家都理解，大家应该总谁都整理过。我这棋怎么会莫名其妙就输了呢？这么好的棋。那这个棋的话，就是感觉大师就包括前面几次世界比赛好像都是形势不错，然后突然一下子哪个地方没注意就崩了。我能记得起来就之前跟杨鼎新的，还有之前跟那个党一飞的两盘世界比赛，都是形势一直好，然后后面突然就崩了。你感觉景山英太这次那个运气也很好，就像那个范廷宇也是突然就送大礼包，就是形势还可以的时候。但是景山确实下的挺好，像方廷玉那个棋大礼包归大礼包，但是他那个棋方廷玉的那时候也是军事啊，基本上那好上一好，但是好的也是有限的，就是说就怎么说呢，就如果好的特别多了的话，他再怎么大礼包他也送不出去。你说这棋要是像这个样子，这棋怎么送大礼包他也送不出去啊，对不对？嗯，这期已经不是正常的打。那时候说白的好，但是离拿下还是有一段距离。对，那个时候白的肯定是好，我觉得好的还是优势应该还是比较大，应该还是比较大。如果不断的话，就是对，我觉得优势应该还是比较大。不断的话，就是走这边就是黑棋，就算黑棋能活的话，目白的也不差，应该是。就黑棋、白棋走个先手，再开始收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白的不会走这个，我可能是要从这边走上面，这边过来，因为这个脚上这个目数。如果走上面再围一手，这中间应该不能再被洗了吧？对，我当然我觉得，如果走到这儿，然后这边再围到个这儿的话，我觉得这中间应该是还是都是白棋的空了，应该。围到这儿，就算你跑这个的话，我就算贴过来，我不吃你，然后你拐我搬到这儿，我觉得。你拐的话，其实我可以打吃，我继续追究你也可以。是能吃。我觉得我可能会那么想，因为这杀出来之后，就白的他这个地方他没有注意到，
但那个是这边的话，我觉得当时确实景上下的很有问题。我觉得走完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局面啊，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是让先的话，我觉得白棋都还可以，就是这个局面。但是让先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啊。但是在这种局面之下，有可能你就像这个大神，他也许真两步棋就给他送出去了。大神。怎么说呢，从这盘棋的战斗来看，从战斗的表现来感觉大神确实是大师水准。这个棋已经战斗的场面，这个大神真的是感觉这个真的是不肯认输，其实是正常应该是。这种战斗的场面感觉是属于让子棋的，然后才会被杀得这么惨的。这个对断了估计得扔了。没有地方下了，再铺了粘。铺了粘，然后黑的再粘一个，然后就棋没得下。黑的可以哦，对，黑得粘。好，那还可以再走一个，万一黑就打了，就还在蹭着。你想的太多了，想太多啊！这期黑一边，想的太多了，这还黑的粘那个的还是。这个棋真的是，大神也许这个时候已经看到当时的，但是立完被挡上，可能就看当时如果走这个，似乎还能活个小脚，但是可能那也是盘二十多了，那盘二十多了。但是总比这个好一些。嗯。就他如果真看见，我觉得他会下那个图。真看见他只能下那个图，他立那个他没看见他，就其实感觉战斗的局面，就除了他这个地方，这个操作就 是这个他应该是出乎了黑棋的意料。他就看见了一个这个，对，看见了、这个、当时景山长考肯定是出乎意料的，然后这个景山这个地方下的有问题，但是除了白棋出了这个闪光点之外，这后面这个棋感觉什么也没看见。哦，这个他是先。走了这个再靠了是吗？好像是，就是一连串的。我看他好像是先靠的，然后再、先靠的，先靠的、哦、是一连串的招式。对，啊、就是说，如果黑棋如果被便宜，他要搬这边，嗯，啊、这边还是有一通操作的。他那通操作的时候，可能景山有点后悔，不应该先打这个，要不然单虎的话，你就点不着这线了。对对，嗯，单虎你就点不着了，可能景山当时有点后悔。这真的还要继续铺，还要考一下对手这个。哎，这种勺子，这个勺子应该是不至于。那再说，就算有勺打出来，觉得好像白棋也不行。不打这个勺子，白棋劫打过去，黑的往这冲，应该就白了去哪找劫？就跟你打劫嘛，往这一冲，你怎么办？你去哪个地方找劫？这白棋也就只有这一个劫嘛。就算你这个地方给你算三个劫。嗯，一个冲，两个网，三个吃，就是下完了。嗯。下完了。这个景山不知道在跟谁说话。啊。哦，可能跟他们日本队的什么教练。嗯。盘棋还是我觉得是明年还是挺可惜的，我觉得这样说。确实感觉申敏俊在今年的时候，他的世界大赛感觉总是出现一些突然死亡的这种局面。他就是应该有这样子的局面吗？那死这么惨了没有？但是就是也是，就是也很突然，马上就赢了的棋，他马上突然的。那这盘毕竟还没赢，其实那时候还对这盘棋其实虽然惨是惨了点啊，但是从那个可惜程度上讲，另外两盘其实基本上就全局最后一点小关子的时候，他都是就被杀垮了。他现可惜程度来讲，可能另外两盘就更大，但是感觉申敏俊今年的世界比赛，他的心态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就是，就可能像你说的，他开始嗯很紧张，
像这种其实如果一直输了的话，他就是他是心态是很有压力，以后他面对一些很好的局面的时候，他总是会怕自己这地方有问题，哦，那地方有问题，就老是担心会被翻盘，对，老是担心会被翻盘，但是有的时候就越担心 有时候一缩可能缩一缩也不够了，对，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一退让好像有的时候会输半步，然后有的时候自己不退让的话要去一拼有可能要被别人杀崩，这个人如果出于自己对自己怀疑的话，这个棋就更难下了，他主要还是这里，是啊，可能是今天计算有点问题。这这盘现在计算很用，他当时尝这个，我就觉得他当时这个棋可以再稍微看这棋。到这的时候该怎么办？白的。到这个时候，啊，表白这能不能？其实到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感，我当时如果觉得这个不行的话，我当时觉得这个跳好像是，如果这能冲到吗？有点损，我冲到也不便宜，冲到你想干什么呢？不是啊，那不是那不行吗？那也不行。当时我的感觉是想着能不能走这个，当时我是第一感是考虑能不能走这个，因为我觉得这地方这个黑的这有点薄啊，黑的有点薄的话，我先把自己走后一步。黑的可能什么贴。那贴我肯定就不能跟着你走了，你如果去贴的话，我可能我就再跳吧，我可能我再回来。再说煎这个，那煎这个行吗？煎这个，我觉得黑的是也是有可能会去煎的。这样的话，那我稍微有点复杂，我觉得我再点你，比如说，是有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这个棋。点一点，然后我如果长到这儿就冲，长到这儿你再冲，这好像有挤。那你挤的话，你就不能随便捡，挤完我再跑这边，哦，这边我的眼位还是有的。如果我就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挤吧。那你挤你就那就随便吧，那给你走。那这样的话，你黑的这个气。你这黑的这个气就已经是有点那个什么了，比如说你现在你说你走这个，我就唬你，你就粘住，你再一拐，然后我接下来我顶这个是先手，这边一吃我就做活了。嗯，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黑的这样下的话，黑的可能是不太行。但是黑的，但是像这个局面的话，因为你看现在已经是双方的攻守力转了，攻守力转的话，就像你刚才你说的，就算黑的走这个，对吧？你白的去走，然后黑棋，比如说就走个这个，比如说，然后这边白的可能就搬下，然后我这边搬头是先手，对吧？这个黑的处理的比较好，这个时候黑的这边再来。这个这也没活，没完全活解。对，你没完全活解，挡一个是不是也挺？对，就比如说那边挡一个，这个挡一个，应该是。对，这个棋如果像这个样子，白的就在这个地面活一块，然后这边被搬了个头，这边又有一个点。显然是攻守，就是，对，这个白棋的想法和之前肯定就差得很远了。但是这样下，我觉得白棋反正不管怎么样，还是能下。但是这盘棋根据我的判断来讲，当时我一尝看到这一尝，我就觉得他这个棋这要坏，可能要坏，因为。这个思路很简单，你要是拐的话，你只需要看这个棋，对吧？你跟这个长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你一长，他肯定是想跳，但是如果发现这个棋跳不过去，然后这外面又没有棋下，这个棋感觉马上这个棋就要崩了。对。然后他就读秒，可能也只能拐。他就得完蛋了。现在拐的话，他可能是不是黑的就靠这个？如果这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可能是白的已经不太好啊，我觉得这个棋。搬的话就顶住，然后我这边我有这一靠，我这一靠你可能很难弄。冲这个。冲这个的话我就反冲。你得走这个吧，应该得走，然后我再一虎下，这个棋这感觉杀气断了，白的好像是不太行吧。看起来是不太行。我觉得可能如果要从。后面的角度可能这个长已经是导致了他滑入败局，但不长的话是不是还能是什么，如果就是还直接拐的话，你看我不长的话，如果还这么下的话就不一定。这个地方我觉得确实挺复杂，这个地方可能如果要摆的话，可能变化图是一个很多的一个变化图，比如说如果走到这儿，我如果就点你，冲我肯定就只有退你，
暂时画不出来。嗯，暂时的话画不出来，但是画不出来没有关系，我就走这个嘛。对，我回我下步我就直接顶你，我直接顶到这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尝这个，我觉得白的可能还是白的会把握有，也许会大一点吧。就那时候已经很乱了，就是说，嗯，我觉得这第一步好不好，我不太确定。反正第二步这步棋肯定有问题。那么从如果以此类推的话，当时这步断就被黑的这样一个抢攻。如果这个棋黑的不说攻心是白是什么样子，黑的只要把这个跑出去，那么和白的当初这个跳相比，这地方就少了20来目，少了20目。对，那么你这地方就算把它全吃了，对对对，也就20多目。而且关键是局部，如果黑的这地方点一个，你这个地方你是全吃不了的呀，这个地方。嗯，所以说这个白棋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黑的能直接这样就反攻倒算。对，这个棋是属于一个不注意，然后最后导致了很多的误算，一个接一个的误算。哎，这盘棋真的是，我觉得开局的话，我觉得这盘棋开局的话，井上其实两个地方下的有点问题。第一个就是这手棋啊，它虽然很大，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走的有点小局了。但当时像这种下比较厚实的这种下吧，可能也是比较符合井上的风格。围一个跟这实战比，确实是对他应该去围一个，我觉得他应该去围一个。他这个可能是井上的，井上可能对这种看起来就又厚。我其实他这个地方突然发现那个图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然后这边走了一串，也没便宜。对，虽然那个时候井上的步调稍微有一点乱，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出井上的其他下的是，就说他下的比较那个怎么说呢，比较喜欢战斗。他其实在那个棋，他真的是应该是战场上也是冲的。他走这个怎么说呢？一般大家喜欢战斗的人，他一般大家喜欢是捞捞实控的。他如果不捞实控的话，他觉得战斗起来自己心里没有底儿。嗯，他就是这样捞完之后再洗这边。对，但是实际上他这样下肯定是不太对的。这很累，感觉。嗯，他要不停的洗，然后洗，像这洗出来，如果白棋不像实战那么死的话，等于他活了之后他还是不赢，就是为甚至也不好，不一定好。当时井上这个地方肯定下的有点问题，他可能吃的时候他就吃，他靠靠一下去挤，然后挤完之后他先吃这个，再被他说吃这个可能有问题，他可能就是应该单冲这个，或者说他打的时候他应该是也没有注意到白棋这个跟点的关系。嗯，他没，因为他突然点的时候开始长考很久。嗯，但这个退的话，我觉得井上的这个判断还是稍微有点问题。我觉得，我感觉，这白棋没点这个，他肯定是要做这个的，因为要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会想那么久呢？对他，我觉得他的判断是稍微有点问题。其实判断有问题，好像我的判断也经常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他这个退，我觉得还是不能忍受。我当时觉得，就这个地方拐吃回来，我觉得也还能下。我觉得，对。但是实战这个战斗，哎，真的感觉怎么说呢，大神也作为世界冠军，怎么感觉被人吊打小朋友一样就给吊打了，真的是。你可能就是一两招不胜嘛。不是，主要是这种关键的这种世界的一些大的比赛，他们像大神这样如果老是输的话，这个确实以后会有一点阴影。嗯，现在井上裕太是获得了4连胜。嗯，那我们希望明天中国棋手，明天没有，下个阶段，希望下个阶段的中国棋手啊能够下到最后吧。对，这个井上这次的4连胜确实大家之前没有想到，但是从棋局的内容上来看的话，井上这几盘棋的内容确实都是上佳表现。虽然有的时候他是逆转了，但是整体而言他的棋下的都是很不错的。逆转的话本来也是正常嘛，因为你不可能要求总是能完胜。那么整体而言井上的表现非常的好，然后这个中韩的表现稍微的哈，没有他那么好，我觉得没有太发挥。对，没有太过发挥。我觉得希望下一阶段的话应该是更加的有看点吧。嗯，谢谢大家观看今天。谢谢大家。